咁佢廣東音樂咧，我覺得佢同傳統聲音最大唔同咧，就係佢嘅定型要低一個二度。咁我哋就係適應佢，所以我哋喺琴型啦、口角啦、和道啦，都同傳統嗰啲琴有啲唔同。就是我們中國也是自琴的強國，能突出這一點，在某種意義上更重要。